中戏九六班悲催的大一生活，坐在街边的马路牙子上聊天，就觉得人生过得很悲催，明天完全没有希望。打电话，我说我不念了。所以我进中戏的前半年，我一直觉得天空是灰的，然后走路永远是低着头。天空是蔚蓝色，窗外有千纸鹤。我交作业都挺头疼的，还演戏呢。我每天排练，晚上就老交作业，都觉得交不出作业，我就觉得对这东西有点排斥。想过退学吗？没有，不能退学。哦，对，因为文凭。我发现太可怕了，我为什么选择去学表演呢？然后我就跟我的爸妈讲，我说我可以退学吗？